平凡周周侃时事大家谈，我是赵平凡。这不是天津大学出事了吗？有一些学生被激进的老师带领下，竟然喊出了口号。随后，中国警方出动了大量的警车前去镇压。那这个事儿其实并不奇怪啊，生活在集权国家的人们精神压力是非常之大，在江泽民的时代多少还有些发泄的渠道，老百姓骂一骂政府甚至领导人还不至于那么管制，而到了习总的社会主义新时代，本来非常狭小的言论自由就进一步的缩减，所以这一天终究会到来。当年的八九学潮也是这样，虽然学生运动被无情的镇压了，但是他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留给人民一些财富，起码统治者知道反省自己，弥补自己政治和管理上的漏洞。所以90年代呢，就进入了中国思想的黄金时间，各种独立的思想，各种门派啊，层出不穷。但正因为中国人们没有进一步的抗争，八九学潮的那一点价值也在一点点的萎缩，终于还是有一天又迎来了文革的前奏。这就是历史的循环。历史的循环呢，它不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就是人们的愚昧和狭隘，导致历史的悲剧一再的重演。这其实还是一个教育问题。中国教育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有教无育。因为我从小就是接受中国大陆的教育，我知道它其中的内核，就是教你知识。你知识的获取不是白得的。在中国大陆你想学知识吗？那就要放弃你的思想。你一旦有了自己的思想，那你政治、历史、语文都会不合格，那你根本上不了高中啊，更别提大学。所以学生必须出卖自己的灵魂来换取学习知识的机会啊！那中国大学生，可想而知，他就没有独立的思想，这就是有教无育的结果。政府成天教学生啊，要合理非看待问题啊，确实中国人民非常合理非，于是政府独享武力，用暴力威胁群众，再加上大家从小就受的教育，自然呢也就成为了顺民，听从政府的一切号召啊，还认为这是爱国，非常的高尚。而事实呢不是这样啊，人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执念，就因为中国大陆的学生从小就生活在集权当中，每天过着军队化的管理，久而久之呢，潜意识里就形成了服从的概念。所以政府让你居家隔离，你就在家待着，没有任何怨言。让你打疫苗，你就去打三针的疫苗。就以疫苗这件事为例吧，世卫组织刚刚升起了新冠疫苗的白旗，承认啊，现在的疫苗不会产生任何的作用。世卫组织不仅紧急叫停了疫苗，而且承认没有免疫功能，而且副作用巨大。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病毒变异的问题啊，这就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任何一种疾病的疫苗，以人类现有的能力，都需要5到7年的研发和考察，它才能够上市。而新冠疫苗我们知道，半年的研发，一年就上市了，它是完全超越人类极限，颠覆人类常识的。所以很多有独立思考的人根本就没打过疫苗，包括我个人在内，我接受了后来民主国家的教育和常识告诉我这不可能。开始我给他们讲这些道理呢，我那些朋友都嘲笑我，包括一些中国大陆的很高深的学问的人，有的也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这些道理就是鸡同鸭讲，对牛弹琴，他们还是打了疫苗。我的朋友当中接种疫苗当时都感觉到身体不适当然这个是正常的，因为你的身体抗体要发挥作用嘛。但是中国大陆朋友的邻居们就没那么幸运了，一些岁数大的人，有出现脑溢血的，有产生皮肤病的有心肌疼痛的，也有死掉的虽然中国政府它不会承认这是疫苗的问题。到了今天全世界的疫苗问题也越来越多了，而这些赚疫苗钱的资本家们再也掩盖不住了，世卫组织都出面甩锅，那中国政府就更是如此。所以我们回到教育问题在美国拒绝疫苗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我个人是相信教育决定论，我不太相信人的基因里就会作恶。宗教里的原罪呢，它指的是人类的不完美，它并不是说我们基因会作恶。很有力的证据呢，就是上世纪80年代古巴伟大的领袖卡斯特罗，他不是决定收拾美国吗？
于是呢，就把古巴国内的强奸犯、杀人犯啊、偷窃犯、妓女、残疾人、精神病人，一共150,000人，所谓的低端人口吧，把他们驱赶到公海，因为他们知道，根据美国的难民法呢，美国肯定会收留这些人。这150,000的残障人士，包括败类啊，肯定能污染整个美国。几年后，美国就会垮台了。当时山姆大叔突然被这些难民也确实搞懵了啊，最后决定在南部画一块无人区，也就是一块沼泽地了，在那儿投递食物，并建立简易的安置房，安置这些难民。那通过美国的制度和教育，20年后怎么样呢？这个由强奸犯、杀人犯、偷窃犯、妓女、残疾人、精神病人组成的无人之地，竟然成为了中南美贸易金融之都，也就是迈阿密。如今已经被瑞士联合银行评为美国最富裕的城市和全球第五富的城市。所以从这个例子我们能看出来，世界上没有基因决定论，只有教育决定论。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低端人口，只有高端的畜生。那中国的教育它有什么弊端呢？小初高我们就先不谈，那就是一块赤裸裸的洗脑领域。咱们只看成年人这一块，也就是中国的大学领域。中国有很多的指标都是经济决定的，而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中国有它的优势，就是经济体量的优势。但是说到高科技的水平，我们也就一笑而过吧。尤其是科学的最基础学科数学教育，简直就差到不可理喻。就以数学为例，很多外国人会说中国的数学很强啊，但这些外国人他只看到了表面，中国不是数学强，而是算术比较强。就像我的很多外国同学，他一辈子不会乘法表，你问他7×8、9×5，他不会算啊，那乘法不会，除法就肯定也不会了。但是他们都是顶尖的大学生，这在中国看来是不可理喻的啊。我呢是5岁会乘法表，6会除法，那在中国也就算是普通的水平。而他们一辈子不会也可以上大学，而真正的到了核心的数学领域和科技领域啊，我说中国的大学一文不值恐怕也不为过。世界的一流大学啊，像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他们都是因为研究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才傲视全球，被全世界的人们认同。而中国的大学都是在搞政治，中国大学不是校长说了算，而是书记说了算，也可以说是党领导大学。那学生来到大学呢，他是要学知识的，成为社会的栋梁，不是来到这儿接受洗脑，成为党和政府的奴隶。除了大学的校长，教师也是如此，没完没了的考核，没完没了的政治会议。最近几年呢，又兴起了揭发检举之风，老师同行互相撕咬，同学揭发老师的。中国大学呢，这已经不是净土了，甚至成为了社会染缸中最恶心的一部分。所以就导致天津大学的学生忍无可忍，在一些激进的先进的老师的带领下，终于喊出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心声。而后续的发展如何呢？我们也会保持高度的关注。好吧，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平凡，咱们下期再见。